我们是最优秀，人家最尊重的，我们是高级人。高级人。2000年以前，哈，其实我们台湾人在斐济，是全斐济不管什么人种，我们是最优秀，人家最尊重的，我们是高级人。高级人。2000年以前，哈，其实我们台湾人在斐济，是。全斐济不管什么人种，我们是最优秀，人家最尊重的，我们是高级人。哦，嗨，那2000年以后。